何猷君带娃被偶遇，带婚戒示爱奚梦瑶，三岁何广深颜值超高像妈妈。7月24日，有网友在上海偶遇到了奚梦瑶老公何猷君，他独自一人带娃，身穿简单黑 T 恤，十分低调随性，但其长相还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。何猷君双手抱着儿子何广深，相当有耐心，父子俩一起低头看着展柜里的陈设，表情认真且专注，尤其是小深深被爸爸抱在怀中，可竟歪着身子看。虽然奚梦瑶并未与老公儿子同框，但却一点也不影响秀恩爱，何猷君手戴婚戒隔空示爱，甜蜜同样一分不减。许久未露面的何广深又长高了很多，身高白 T 黑裤子，十分干净清爽，长相完美继承爸爸妈妈的高颜值，整体上像妈妈多一些。日前，何猷君正在参与录制一档电竞类综艺节目，就在他被网友偶遇到带着儿子游玩之前，何猷君才刚刚甜蜜表白了爱妻奚梦瑶。何猷君表示，奚梦瑶待在家里带娃压力更大一些，他才是自己的终生合伙人，当遇到困难时只会跟老婆倾诉。